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秋天枫叶。那么在这里先预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啦！虽然我不知道这部影片会在圣诞节的时候剪出来，还是平安夜，还是在前一个礼拜里，还是礼拜天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在这里先预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啦！那么今天呢，为了应景，那我们就来玩若系列的成长圣诞树。那明显这边就是一个圣诞树啦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头上多了一个恶魔角。不过没关系哦，那我们先来看看可以放些什么东西吧。那么首先第一个可以看到的是灯泡，然后还有爱心，爱心，然后礼物云缎带星星，星星应该是放上面的吧。那感觉星星就是最后放嘛，所以我们先从灯泡开始放起好了。灯泡哦，是那个树的末梢全部都有灯泡，再放爱心哦，这个也是挂在树末梢上面的，然后灯也变多了。那接下来是礼物，礼物也是挂树上吗？我还放树下哦，所以灯会变多，星星也会变多，然后接下来是云，云是天空飘着的，上面的礼物变成一个人，然后灯带哦，有点漂亮。礼物会一个个打开吗？等一下，哦，好可爱！原来人会站在云上面，然后就是星星。星星在天空，所以他会去拿星星吗？还是因为啊，是雪，太屌了吧！骑着七彩祥云啊！就只是这样哦，没有星星，所以爱心只有四个等级吧，所以礼物要早点放，星星要早点放吗？灯泡已经最早放了还不行了，好吧，所以我猜先放的是礼物，然后是缎带是最后第二个放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礼物了放云星星吧，来我尝试看看了，首先是礼物云朵，然后人就出生了，然后爱心，然后灯泡吧，然后灯泡，然后缎带在星星，我猜应该是这样吧。不能跳过这个。超漂亮，然后是星星，是这样吗？好像是对的，好像是对的。好可爱啊！他去摘星星，然后放上去，超漂亮。然后他自己变成奖品了，成功了，第二次就成功了，好快！还有圣诞老人，好可爱哦。Merry Christmas, I love you 我也爱你们，你们这个公司真的太强大了，好不好？还有上次那个小恶魔 Congratulations 还可以再点吗？不行，明明可以点，今天的实况也是很快，没有想到可以这么顺利啊。好啦，在这里先预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啦，那么也希望各位在新的一年里面心想事成啦，也是太快了，不是水哦，不是水，真的是为了庆祝圣诞，有没有？好了，老实说，其实这个 GRO 系列呢，我之前是玩过的，可是我忘记了，其实很早就拍过一遍了啦，然后电脑出了一些问题，结果所有档案不见掉了，所以这里算是补回吧，然后我也要开始各种忙碌啦，不过我会尽量维持更新的。好了，那废话就别说太多，对不对？那这里就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啦，那就这样啦，大家拜拜。